今天呢，我们即将进行我们第一届的一周家事对决赛，有请今天的挑战者室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每一周的挑战者都一样，因为我们俩都非常讨厌，就是倒垃圾、刷马桶之类的，所以呢，我没有很讨厌啊。是哦，那以后都给你倒，不用对决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要停摆了，因为他说他也没很讨厌倒垃圾，那就都给他倒垃圾喽。别停炮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赛制，就是呢，我们要对决两场波三。第一场波三呢，我们要跳 Just Dance 2019，然后跳三首，就看谁赢的次数比较多。那第二场波三呢，是今天要玩的是太鼓达人，他真的很贱啊！怎样？他真的很贱。怎样？他前一天就一直偷练，然后还打排位，还打积分，就练习了超多手，然后刚刚又在偷练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第一场就是练的，第二场呢就是太鼓达人，好厉害啊！如果没输没赢的话，我们会加码第三场进行我们的体能训练，看一个小时的伏地挺身谁可以做比较多，然后因为他是男生，等一下，一个小时的一分钟啦，靠你啊！然后他说，因为我是女生，他要让我十下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反正我前两个游戏又不一定会输，你忘记你上次被我惨电了吗？你连 Just Dance 都跳不赢我啊！你怎么跟我玩？我跟你讲，为什么 Just Dance 会输？因为 Just Dance 的这个感应器，我感觉它是有因为动作的大小，然后而去做一个感应的。好啊，所以你比较高啊，所以照理来说你我是高你多少？我是高你多少？干很高好不好？歌怎么选？这是你的机台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我的机台。那你选两首，我选一首，公平吗？公平吧。嘟嘟嘟，我们选对身体比较好的那一种，就是很热烈、很有氧的。好好选啊，好好选哦，不然不要到时候牵拖都是哥害的哦。这个怎么样啊？这个很热烈。我按哪个？有了，你要离我远一点。哎，为什么我刚刚是 OK？ 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要管他，就是手势舞。好、啊。为什么？没道理，没道理。哇！我们要做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跳舞哦。不要，我不要做僵尸。冠军就是滚啊滚啊！没有吗 ？Sugar，Yes please。我这样看起来好肥哦。学生妹的外形，阿嬷的肉体喘成这样，一定是你先吧？为什么你刚赢哎？不是啊，我先，我要看你几分。不是啊，我还在喘，怎么就我先了？你给我跳就对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是热舞社吗？热舞社不会跳这种东西啊。哦，我先说他跳什么，行不行啊？热舞社，变变变，我觉得我还行啊。我们这好亏哦，我们这个剪精华放了也没有办法盈利，因为歌有版权。很累、啊，没那么累吧？换我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来证明，绝对是感应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敢问怕我控制？啊！又怪什么？又要牵拖什么了？不是啦，扣子啦！扣子又怎么样？胸部也太大了！啊！你怎么到现在一颗星都没有？还是你刚跳那么后面才一颗星？来几分？几分？几分？开分数！开分数！啊！啊！大家现在就知道了，这游戏要拿灵魂出来跳的。一百分灵魂算小啦，关键那一百分就是我的灵魂。白痴哦、喔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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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吧。可以啊。靠背。啊靠！不要，要被虐了。
事啦，我要输了，直接输你五万分哎！看连康的，看连康的，看连康的，太不公平了吧！你怎么那么强？你屁，你真的没有玩过，你骗人！我不要倒垃圾！被暴打！我不要倒垃圾！好爽！被暴打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！我来找一下，是那个吧？那个有一首古典乐超难的、啊。我来找一首超难的。好，这个。最难的。不要、啊。最难的。对，拒绝我的战术。刚刚三个项目是你选两首，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来，最难的 Go。啊！小明加油，爱小梅大鱼像画线。你以为说你不想倒垃圾啊？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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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烂游戏放 game 随便啊，就是室友他们不想让你们看我穿制服做运动，你看他就把他赢下来了，都不会做节目的一个人嘛。不然很简单啊。嗯。我倒垃圾，你现在做运动啊？不要。家事包含什么内容啊？倒垃圾、吸地板、刷马桶啊！煮饭要吗？可是我看你最近煮的很有心得哎、欸。不用啊，煮饭我煮啊，煮饭我煮、啊。哦，他说他要煮饭，他喜欢煮饭。改林老师，做家事这件事情是看每个人的观感哦，所以地板脏不脏，需不需要脏到需要吸的，这、是看个人的观感。但我觉得不脏。就没事啊。打扫金曲放起奶 ，https 什么打扫金曲？哦，我知道是哪一首。我是进错台了吗？何宇。好了好了，这周的家事就换我做了。今天的家事对决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